开始大家都挺内向的，是吧？现在那个，我的天哪，龙老师一发不可收拾，就是要请山西发展，要请我去看他的演唱会。我每天早上在化妆间都会唱歌。那对我们来说，其实他以为是种享受，其实，真的不错，我有机会去买票看你的演唱会，没事，买票支持，没事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知道我自己唱的，你请我当那个驻唱嘉宾就可以了，不收费，不收费可以，好不好？记得哈，我记得。抖音。